8月21日，台媒再报梁静茹婚变内幕。梁静茹在一个月前曾两度前往好友钟成虎工作室，其中一次逗留至晚上9点半才离开。而梁静茹出入全靠出租车，不见老公人影。同一时间的赵云彤在梁静茹会钟成虎的第二天，他开车从两人爱巢经过，却过门不入，反而前往另一住处，坐实二人分居传言。台媒指梁静茹在2个月前已分居，可赵云彤始终言行不一。他在社交网发文看似很沮丧，但出席音乐节时仍和现场的美女贴身合影，完全不在乎梁静茹的感受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